由香港飞镖联合总会主办的百人基金国庆飞镖大赛2018，一连两日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总会自三月成立以来，是香港首次举办大型的飞镖赛事，得到商界和政界的大力支持。当日的活动有多位重量级的嘉宾撑场，包括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先生、总会会长胡晓明先生、香港飞镖联合总会主席罗启邦先生。
其實我哋個總會咧就成立咗唔係好耐，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就致力於咧就係、是、推動我哋呢個比賽啊飛鏢嘅活動，希望咧佢就可以走入社區，走入學校。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哋飛鏢比賽咧係老少咸宜嚇，唔分族群，唔分年齡，係可以大家都一齊可以享受到嘅比賽。我咧我好欣賞啊飛鏢對整體運動同埋香港團結我哋所有各界特別年輕人去參與一啲咁正常兼且係有意義嘅活動之外咧，好榮幸今日可以與到白銀基金嚟到感謝香港飛鏢聯合總會邀請白銀基金冠名贊助。今日嘅百人基金國慶飛鏢題材2018呢個盛事，百人基金創辦喺2008年，一直咧致力於青少年嘅未來發展，透過唔同嘅活動擴闊青少年嘅視野。今日希望能夠透過呢個體育活動，去幫助青少年建立勇於面對逆境同埋堅毅嘅精神，為佢哋塑造正向嘅價值觀。除此之外，亦都希望可以提高社會人士對飛鏢呢個運動嘅認識，推廣飛鏢成為一個普及嘅運動。我哋訂標三部曲，瞄準、凝聚、推始。我推全國人大代表張榮順 Alex， 張俊榮。3、2。Thank you.